阴阳烛日线图先，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式。咁本来五天平均线咧就好努力回升啦，想翻翻廿天平均线上面嘅。咁但系寻日一跌，咁啊出现一支叫做大阴烛啦。咁啊试紧呢个横行区啊，呢个横行区嘅底部，咁啊穿唔穿？睇个样子，一浪低于一浪，穿嘅机会系较大嘅。事实上，寻日呢个位咧以收市位计，亦都穿咗啦呢个低位。咁穿唔穿呢个位就后话啦。咁穿唔到嘅話咧，就先上一翻，就上一翻去咧。呢啲位啊，高位呢啲高位咧，就阻力應該都會幾大啦。短期阻力咁呢位邊陣跟尾嘅部分，同大家詳細講。尋日跌市大陰燭，成交激增，當然係壞事啦。而 OBV 咧就繼續係喺低位度徘徊，但叫做好嘅已經係啊。你望下呢度咧，價位轉為橫行。OBV 亦都橫行，冇繼續跌。輔助分析指標 DMI 就依然係離淡。剛才講咗咧，呢一個低位係2.35啦，9月3日。咁尋日最低位係2.33，收市2.34，都低過2.35嘅。下一個位支持前跌浪低位好重要啦，呢個係2.26，即係9月23日錄得嘅。一浪低一浪繼續係咁落啦，咁阻力就已經係由呢一個高位2.66已經下移到去呢個高位2.58啦，已經下移到去啊，阻力就一路褪咗落嚟，下邊支持就未必可以守得住啊。如果守唔住就呢個低位啦。5月10日低位2.12。指標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，尋日出咗 SL 極點低位2.33，即係話今日、聽日最遲睇埋後日啦，或者睇埋後日啦。如果唔出現低過2.33嘅收市位計啦，收市位咧，咁啊市況有機會掉頭回市。頭先講過呢個同呢兩個高位嘅阻力噶咯。咁啊指標方面咧。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，而家 MACD 就仲未發出雙紅公信號嘅，咁啊1.45，咁即係短線投機就唔好等啦。超短線投機咧，咁你可以跟小時圖做嘅，不過就好少好細處做嘅啫，應該啊。跟住再睇嘅咧，就係一啲阻力線啦。量度升跌幅目標就唔好計啦，因為一浪低於一浪。咁又唔係一個大型跌浪，如果一個大型跌浪，我就搏佢反彈；，因為大型升浪啊，搏佢回落啫。咁如果你話大型升浪，由呢度度起咯。頭先講過2.12升到上去呢、這個高位係3.97，咁回落嚟咁6.18倍，唔使度啦，係嘛？過曬啦。咁我反而咧，我係睇啲阻力線啊。呢個高位，呢兩個高位，記得拉過咗嚟添，出嚟啩。应该是由呢个高位咧，点解唔得嘅？穿咗，咁如果穿咗咧，我又由呢个高位，都穿过嘅喎。假穿過落翻翻嚟，咁就麻煩啲。咁啊，再睇啦，呢條線支持線又穿咗。嗱，我係話最主要啲三條啦。咁當然你可以畫埋呢條嘅，畫埋呢一條。假設呢個反彈高位嗱，咁你自己睇啦。啲線上今日呢度一條、兩條、三條阻力，下邊就一條支持嘅啫。咁就即係都並不理想啊！咁啊，再畫多條咧，睇短少少都得嘅，就係攞呢兩個高位拉一條下邊一個下降通道，三條阻力線，兩條支持線，大家睇住啦。咁我真係唔係好建議大家短炒呢個股份啊，超短線其實都麻麻啲建議啫。